avait perdu.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是一名理发师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留了好几年头发，现在已经有这么长，准备全部剪掉，捐献给公益组织，那就由我来帮他全部剃掉。这个头发几天没洗了？要是听实话的话，大概有一星期了。那你一开始想留头发的时候，就是为了这个留的，还是？一开始到这儿的时候，是因为帅气。哇，真是帅呆了，酷毙了！留到这儿的时候都是，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，叫。就故意在留，每次回家都顶着巨大的压力。俺家的那个衣服啊，俺姑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太对。刺激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这个造型帅呆了。别！你慢点。等一下。我操！已经不能回头了。我感觉我这发量能造两顶大。必须的。让我们看。